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three、二、一。一。2019天猫双十一全球狂欢节已经正式启动，提供狂欢节的数据已经突破了100亿，用时是1分36秒。那这个，我们2019年天猫双十一的成交额突破了1000亿哈！刚刚我们所有人都参与了这样一个1000亿的大项目。